老师得互相选择嘛，你得给人表演啊，是不是？我还以为我们进来就是跳呢，哈哈，没想到老师也演了一下。对啊，就那个老师就是腿那个，对那个张亚书老师，对，我觉得张亚书老师的那个腿太厉害了，可以跟我手太厉害，哈哈，这太棒了。Niki， 我觉得能跳出不一样的感觉。一个女孩子，我觉得一个女舞者，肯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些老师们、兄弟姐妹都还挺好的。我觉得，就是上这来就是体会快乐嘛。我觉得，不管是什么舞种啊，跳什么舞，然后跟谁跳，我觉得这个东西都不重要。